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，有我们的青春和热血，在未来的新征程上，我们继续一起扶摇上苍穹，服务全球，造福人类。新时代的中国北斗一定会继续书写人类时空文明新篇章。从探月到烽火，我们不断刷新深空探测的新高度，在逐梦航天强国的路上，我们从未止步。我们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履行着航天使命，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贡献陕西力量。浩瀚未来，照亮我前方机遇。